停在。
陡的楼梯下来，你看。对呀、啊，而且我们往上也这么陡哎、欸。海绵宝宝的歌，然后边爬山也蛮有乐趣的。但是因为这里的阶梯的就是比较紧密，所以必须要专心。我要去购物了。好，我们来看美景。我们又听到那个铁道，泰安铁道园区这边的音乐又响起了，嗯，都是老歌啊。月儿像高高地挂天空，我俩摇摇荡荡。站在夜色中，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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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穿梭在夜色中，哇，还有蜜蜂窝哎、欸，好酷哦！好，谢谢你。年静，麻烦你等等妈妈哦。这里有个像展望台的地方，哎，不过前面这样子怎么好像看不到什么？如果要赏鸟，应该可以啦。后面爸爸带着弟弟，有点慢咯，下楼梯要小心。不是凉板。哇，这有个桥哎。耶、yeah ！哇，这里可以完全看到花梁岗桥，非常的美。今天的能见度非常的好。那个女生有来过这里？你不要管那个女生来过，是你有来过啊？是不是？是不是？我有来过吗？有啊。花梁岗桥，我们来了。超美的，对不对？然后这里还可以看得到，听说还可以看到虎岩山在那边。虎岩山在哪里呢？在这里。嗨，虎岩山。嗨，立宝。再来，我们走的这一段是石砌道路。爸爸，要小心。每个人都要小心。可能最好是女生是怎么上来的？你是走路上来的啊，跟你一样走路上来的啊，所以要爸爸那个女生有走的，有，当然有，来，就是前面那一段，好，就是那一段，好，哥哥这里小心哦，这一条真的不好走，我们要拉住这个旁边的铁条系的绳索。对，哇，好高哦！前面那一组。哦，我前面这书。大呀。好 ，OK， 哥哥小心哦。
有，我觉得哥哥，我靠，这真的难呢，爸爸。好，来，我来。我先下。等一下，我先下好了。要走那个 K 啦。你要走这个，对。对，凹进去的地方。慢慢来，看你下面，看我。来，等一下，对 ，Good， 非常好。好，你去那边躲一下。没有我姐姐。你没有什么？哦。被蚊子叮了？没有被蚊子叮了。哦。好。哥哥教我弟弟哟。嗯。今天准备上了几百？四百啦，四百上。快一点。一个我就好。还有几？妈妈现在几点？还有几点的？七点。妈妈，我们哇，你看这个大树，好大哦。我们要去挖它。对。我们要吃瓜，休息一下。我们要吃面包吗？吃个面包好了。我们刚刚爬完了，还要爬回去哦。泰安古道，然后我们现在要去花梁钢桥。真的哎，有人骑 U bike 直接到花梁钢桥那里拍照哎，我们当然要跟着去啊。啊，我们今天不走爱永古道，因为昨天爸爸喝太多了，不是、啊，所以呢，我们今天就轻松的亲子行程，所以走完呢泰安古道，我们现在要前往花梁钢桥。哇，这个是梅花啦，梅树。下一个会开的地方了。花梁钢桥，我们来了。哎，这有通吗，爸爸？哦，超美的啦。我们被关起来了。过来。那这个不能走。可以走出去。你好，等爸爸。帮我接。竹篮就是一个定语。小朋友不知道，是车队。哇，这个就是刚刚说的正高水了，对不对？好，哇，好漂亮哦！小朋友，哇，爸爸，你帮我从这里拍一张，好美哦！真的好美哦，这样子看好美哦。哎，不要争先恐后，脸红。你们两个在干嘛？人家哥哥走得好好，你就是要去给人家这样子。张亮脸红。给我回来。没关系啦，妈陪走，妈哈。今天很勇敢哦。张亮年纪。哦哟，那种桥咯。哦，哎呦，真的哎。弟弟过来！哎呦，前面就是那种桥了。哎，走好，来走好。好，也不能用呀。刚刚的花梁钢桥就是上面就是这样子的情况。我也是。
弟弟真好。弟弟小心，爸爸抱抱好不好？好。乖乖，你小心走。好，你往前面看。什么？弟弟的手拉在我。放开，再抓着哟。爸爸，你先不要过来啦。冻傻哦，好的。宁静，你好，往前看。你往前走。你要干嘛害怕？这没什么好害怕。你好，往前走。呀呀！哇，你看下面是河，你看，你有看到？不害怕吗？这个爸爸哟。快一点过去了啦，直接懂。被夸夸无畏哦，好高哟！你要过来呀！你好，快点呐！不要过呀，爸爸！快一点！No！不要放手！不要放手！冻着哦！知道下去呀！不要放手！我小心哦，最后几个按下，小心哦。好 ，Okay, good。啊，我晕倒了，我肾上腺素完全提升。我第一名。哎，